斯雷拉什么问的画家是谁呢？哦哦哦哦哦哦哦期待的近代新片二呢，今天要来开卡包啦。那今天开出来的这个东西呢，都是厨爹自己的，谢谢大家，都是俺的嘞。好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近代是 modern， 是摩尔峰会的一个特别的赛制，也是所谓的永恒赛制。进了近代的牌不会离开，除了被 ban。再说一次，除了被 ban 啊，对 ，ban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啊，这个你不能问我，对不对？这不能怪我啊。但一般情况下呢，这个赛制的牌池只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这造成了一个小问题，因为原本近代的这个赛制的牌的来源呢，是来自于所谓的标准，也就是最新系列里面出现的所有牌呢，都可以进入到面。那这就造成了一个小问题，因为近代的这个环境跟所谓的标准，也就是大家最常打的这个正规赛制呢的牌池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近代可能会需要一些别的东西。但你出在标准呢，又太强。那近代新片就是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做出来的特殊选择，等于是让近代赛不再是单纯的标准赛的延伸，而是它会有一些比较特一点的特殊一点的牌组，或者特殊一点的补强的方向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同时可以一把补强非常非常多近代套牌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料，或者是在近代里面呢开发一些新的这个材料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开的补充包呢，总共有三种系列，三种类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是最常见的，叫轮抽补充包，一包有14张牌。第二个是这个是上次厨爹开的撕脆海王也有的，这个叫系列补充包。那下一个要讲的是巨珍包，巨珍包呢就比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更了不起一点，因为巨珍包的所有东西都是散的。小目标是什么呢？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。我们今天的小目标啊，这里请帮我 P 一个这个宇宙这个样子。我的目标呢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只想要开到克萨钻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想要克萨，对吧？那个克萨最好是手绘克萨啊，最好是手绘闪克萨啊。为了避免聊天室有人不知道厨爹讲的是哪一张牌呢，厨爹决定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啊，跟大家示范一下啊，这张呢就是一张手绘的闪克萨钻啊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啊，大家简单了解一下，我们今天的小目标就是再开一张这个，这样。算错了，哎，这环境有出这个啊，碟子尼维亚洛之碟，四点胶合成现场一点炸，这是新碟。可惜不是旧碟，是吗？那一格是我的阿卡吗？那一格好像不是啊，这格是那个吧，旧卡吧，就是有机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。阿卡啊，对，果然我记错了啊，上一格是旧卡，就是这一格是 U 的那个版 ，U 的有一格会变成有可能是一个旧的列表，然后那个列表里面最了不起的是禁卫军，哎。哦，祝圣生，这个是新的反红黑材料，可以取代火星扣组，两点交二的反黑反红，进场坟场中，哎，好像没办法取代反红火星扣组，它不补血，但还行，我记得两张，是什么一夜暴富？好，就看这个了，今天这把就把这摆这里啊，厨爹就拼这个了，一夜暴富一点派出一个珍宝，然后可以反照，就是再增一个珍宝，所以一颗可以升两个珍宝，它有点像调色。或加速，你要把它当加速也可以，但是它只能充电一次而已。我们就靠这个，三 U， 哦，欸，怎么这么没有惊喜呢？旧卡科邦金库，快装起来。这张阿卡，阿卡有屁股，红色阿卡有屁股，欸，红色阿卡有屁股，猴子密西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炸地龙，五点叫四四，每当对手放无色地的时候进场，然后进场时炸一个非基本地，这个就是创杀手。但其实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评价吗？他没办法当创杀手，因为人家创先下第三块地的时候你已经爆炸了。对，
就如果创可以下到第算下第三块地的时候，他的卡恩也在场上。密西，彭洛克，你看到这个尖尖了没有？你看到这个 N 了没有？那现在问题就是是零还是四了，对吧？这个环境只有零跟四。哎呀，那个虫虫是多少啊？我开了，我从之前开到现在没有开过那只虫哎。哦，虫虫，啊、基草葛瑞斯三点叫三，他不在场上的时候，他是一一昆虫生物啊，他也是一一昆虫生物。第一招加一派一只虫虫，减二牺牲一个生物，消灭目标生物彭洛克。大招减五数坟场对手扣 X 等于你坟场的生物卡的数量。哦，这什么？布兰斯洞。以前有一张蓝色的咒语叫脑力激荡，英文也叫 brainstorm， stone 是风暴那个字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就是玩那个字的梗，就是它是 brainstorm 叫脑石。对，那它的效果跟那个东西一模一样，只是它变成了，因为它是无色，所以它变成要分期付款这样。好，哎，结束了，没有，只有旧卡格。哎，旧卡 U， counter spell。这是这一次近代芯片里面这个蓝色玩家最振奋人心的东西之一啊、哦！地球最强康牌加入近代，这样对，这是一个两点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没有任何条件，那个咒语就没了。好，贵卡格，旧图，旧图绿色，旧绿色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让我想想。啊，绿色还不是生物哎、欸，那没啦，那个绿色生物加一加一啦。哦，不是，是盖亚意志哦，还行，快装起来 ，Go。永德最强的应该是猴子吧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一回叫猴子啊，如果你不知道猴子长什么样子的话，啊，昨天正巧有一张呢，让你看看啊。今天主题就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雏蝶帮你找找了。阿卡，阿卡没屁股。哦，啊，找弟弟，弟弟在哪里？哇，最了不起的找弟弟。阿卡没屁股，弟吗？没有记号吗？哎、欸，弟，弟，啊，哦。比第一更好一点，克萨传还行了，还行了啊！可惜不是手绘的啊，可惜画工太好了 啊！我只想给我一个草稿就好了，这个不要完稿的。这个是本 meta 最强的底牌，比找弟弟应该比找弟弟还厉害，我觉得就阿卡里面的最好的东西，密西。密西没屁股，密西没屁股，密西没屁股的东西怎么就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了？杯，哦剑，哎、欸，可他看起来比较神器啊，哦神器，好，那就是那个啦，那就是白绿剑吧，哦白绿剑，呜，看到剑嘞，三套剑是神啊、哦，三套剑也不是对，三套剑也有可能，伤心不是。这个字念心吗？这个字念男子的子吧？伤子剑不是吗？嗯，三点生物加二加二反绿反白，他佩戴的时候砍到人的时候呢，可以把一只生物跳出去，然后把找一张基本地牌，然后把两个东西再放进场，所以他可以多吃一次进场效果。哎呦，有剑有人有科邦金库，哎呀，还有克萨传了，再开一只猴子啊！雏蝶今天的梦想就差不多了。等一下再开一个驯物克萨啊，密西。密西没屁股，咦、欸？哦不，是另外一个，不是白色，我看错了，是神器，是活体剑啊！卡尔杂志文化里七点所有装备装在身上，它会加五加五先攻，践踏不灭敏捷，跟每当打到人的时候可以放逐一只怪啊，不是每当打到怪时就放逐怪，然后它自己不灭。哦，不是。哦，对 他自己不灭，这个五具也不灭，就是这一套也不灭。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七点叫下来是一只很强怪，但等到你死掉之后，你要找一个人把它穿起来的费用就很。绿色阿卡没屁股，为什么有传奇啊？就是盖亚、啊，哦不是，是亚维玛雅，是地耶。
亚维玛雅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地方。然后我在时空是这个亚维玛雅呢是克萨的死敌，不是是克萨是亚维玛雅的死敌。其实不是克萨的错，是克萨的底下的一个神祭司之错。他把人家家给烧光光了。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这是克萨传的故事。阿丘卡，哦啊！咦，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？阔图米斯拉工厂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不要紧张嘛，会爆配啊！密西，哎，爆配了，兄弟啊，爆配了吗？一二三四五，我有五密西了，我现在还有一张密西，希望是红色的，138号。哦啊，嗯啊，神器，这谁？啊，一般，他不是那个哦。如果是那个 Evoke 人，好像更了不起一点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、啊。一黑叫二一，征服反白保护对手弃牌时，在他身上放一个加一点的食物。进战场时，如果他征服的话，目标对手要弃两张牌。所以他是四点叫二一反白，进场对手弃两张。哦，好像还可以。再来这个贵卡，阿卡有屁股。哎、欸，漏足大主教，虽然他身价一直有一点下去这样，但这还是可以，这应该还可以吧？应该还是会试试看吧。再一张科邦天，科邦天不是阿卡吗？科邦天不是密西，那没办法。哦，血恨，炸飞机啊，这就是扑，这就是那个不是扑一击，这个就是那个啥来着？那个晴空号，贵卡格，再来个 M 吧。阿卡，阿哈没屁股，200多号，好像地了。啊，黑白沼，第二张沼地地到，第二张沼地地到了啊！隔了这么久，终于到了，好吗？29号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是白色的了。全屋探查，全屋探寻，四点，那、啊、这张是我怎么第一次看到？四点生物攻击你或由你操控普罗克斯探查，可以升一个。这个其实就是自动升一堆 token 的方法，这很开心。闪卡，什么颜色 ？U 卡啊，结束了。说好的说到做到呢？功也高，这不也高，没有一夜暴富了，楚爹。好，接下来开的是系列补充包。系列补充包呢是这个，我们重新再讲一次，魔法峰会里面这个新版的补充包分成了三种，分别了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开的叫做轮抽补充包，写在这里。那系列补充包呢，语言比较少，中文是没有的，其中包含了这个前几张是会是有主题的 CU 卡，那 CU 卡混合，再来呢是。再来会是这个环境有风味的卡片，我记得是手绘，这一个版本应该是手绘。那然后这 The List 在这里，所以你看到是 Token 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你的梦想已经没了。有没有签名？没有。这画面看起来好奇怪啊，他是把知识倒进去还倒出来呢？你看，如果我加上一点反光，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在这个位置的话，看起来就更奇怪了。这是所谓的插画卡，然后地牌再是有主题的，这个主题不是是红色，是我们相关的牌。哦，出现了阿卡，阿卡红色，阿卡红色没屁股，看起来是机运。不是，这是哦，看牌库顶，直到那个打一发，那个我刚刚成本有开到，我刚刚有开到。尤卡，啊，为什么这张这个顺序好难懂？哦，这张是旧卡，看到这张是旧卡，所以旧卡这一格其实有机会开出禁卫军。旧图哦，所以顺序是这样：先拿卡，旧图卡，
然后旧框卡，没有，它是绿色的。啊，这风暴松鼠，闪击卡，咦，好，没了。好，所以我知道，我懂这个东西的顺序。下一包，先看有没有 love list 哦。快开始思考《楚夜人生》里面的 list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抓好，抓好，抓好。先看这个画有没有签，如果这个画也有签就快乐了。啊，没有，哇，好可爱哦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主题结束，现在是非主题。啊，地啊，绿地啊，亚维玛雅。然后接下来是旧卡，旧卡里面最高是密西，应该精卫军吧，我想。卢卡。这天火断空，打四，再来是旧框卡，旧框卡会这里就会出，这里会出赫萨吗？不会吧，这里会出蓝色的吗 ？C 卡红心，是手绘啊？怎么会变手绘了？怎么这么难懂？然后闪卡，闪 C， 哎呀，鸟人。最后 ，the list， 啊 ，you， 这是什么？抽两张 jump start， 突发奇不是，我突发奇想啊，啊，大家都知道巨人帽是能取得的，尤其这个日本那边呢，比较大几个卡片都已经销完了。幸好我透过我一哥们抢到了三包巨珍包。什么是巨珍包呢？巨珍包就是魔法风云会卡包系列的顶点。嗯，因为巨珍包开到的东西全部都是闪的啊。但现在自从指挥官传奇开始，闪卡分成了两种，有一般闪跟巨珍闪，不是巨珍闪，十颗闪。哇，你看这个拍起来很辛苦哎，这个拍起来一直反光哎，对不对啊？看不到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在地卡之前呢，我想大家应该是不会在意这么多东西了。好，奎利恩，是流浪汉，手套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就重点了。那怎么分辨一般闪跟十颗闪呢？一般闪是很光滑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十颗闪其实可以看得到，它有一点点。有点难形容的样式，但这就是十颗闪。好，第一张阿卡，阿卡零零套件生物。哦，不是，是小蜜蜂，拓图小蜜蜂。这张不错，这张指挥官会有人用。下一张，下一张好像是手绘。对，手绘。手绘完是还是手绘吧？哦，又阿卡。扩图，扩图321号，这密探，扩图密探，哦，所以会有一张旧扩图哦，手绘旧扩图，这还有什么呢？闪绿色，闪绿色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？是这一格就要有答案是吗？这一格就要有答案了。阿卡270几号，死灵术士，布雷德，你看，你这个他的闪卡，你这样看过去的话，他的眼睛还可以，还会瞪着你，就像骷髅头一样瞪着你。再下一张，单杀，这张好像有点升，这一张好像有点升价哦，我记得。这张电也算有点身价吧，黑黑杀，然后二白白可以超宰杀。下一张，下一张就是关键了。下一张有没有扩图呢？先偷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下一张偷啃啊，那就没了呀，那就是看这两格对吧？看这两格。那这样看起来好，看起来好像嘴唇画超黑。下面一包。
我们是不是都把气用在昨天了？我们昨天开的真的是很了不起，昨天一包可以开三密西，今天一张都没有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说实话，巨珍包不要这样洗啊，巨珍包这样洗还是很痛苦。先瞄一眼，啊，好像还行。哦，阔图不毛高地，可找弟弟吧，找弟弟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可以用的。这张说明，这张可能要先包起来。虽然颜色不对，但四个枣这样，啊，这样可以抵这样哦，真的假的？阿卡，阿卡，所有的非生物神器，非生物神器都变成神器生物，放四个加一加一。在生物身上，然后可以超载，把所有神器都变生物。你看好可爱啊！你的书本也会打人的，你的蜡烛也会打人的，你的这个什么也会打人的，你的加速的东西都会打人的。闪 C， 哎呀，小梦想。哎，旧图绿色。嗯，一二生物是谁？哦，流浪汉，不是流浪汉，那个仙子。东西什么什么什么？有一二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先不要提，你这生物跟画家都一样哎、欸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搞我啊？哎哎哎，你咋包装的呢 ？DC 啥？这啥进卡礼盒哦？哇哇哇哇！这那个工会一点转那个工会的那个印记不是吗？还行啊，给点别的好吗？给点鸟地地地，应该是地吧？这看起来很地啊。什么地呢？哦啊，又买一送一了。哎哎，这把怎样呢？啊！大家看不到啊！红白藻带十颗红白藻，两藻了，两藻了啊！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看重点呢？下一张，下一张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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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。是个阿卡。是个阔图阿卡，阔图阿卡编号477号，请问 Slayla 什么问的画家是谁呢？哦哦哦哦哦哦三藻啦，各位同学，一包三藻啊！太爽啦、啊！想不到吧？今天只有地啊！哇哇、哦，太害怕，太害怕！快请干爹把牌号装起来。对，这可是地球最了不起的藻呢，这就是藻牌的顶点了。哦，不是，这还不是藻牌的顶点，藻牌顶点是这一个的这个，是一般闪的这个这样。啊，我们就是三地同胞了，谢谢大家。朋友，亲爱的父老兄弟先生姐妹们，请你们可怜可怜我。接下来再开个克萨呢，今天就很完美了。哎呀，克萨到底在哪一格、啊？在旧卡那一格，旧卡是第几格啊？啊，前面都不看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亚维玛雅了，我看到下一张是亚维玛雅的阔图亚维玛雅，是最后一格哦，所以要出在这格哦。克莎出来最后这不是赚呢、欸，我说的是人呢、欸，本人不是吧？他出来旧卡那一格吧，重印格吧。这阔图亚维玛雅，阔图亚维玛雅应该也有点身价吧？我想，阿卡，哎、欸，手绘阿卡生物，释放神器咒语时，不释放结界咒语时，补一血抽一张牌，还可以当手绘可以当指挥官。挺好的，
哦哦，一神迹神物，救图小蜜蜂。哦，不是，看这个纯圈距离，没有任何东西。这那个吧 ，NH 一的吧。U 卡啊，没事啊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啊！今天最重要的东西开始从这里开，从现在开始了啊，也没有很重要，这个其实都差不多了，但是高一点、多一点还是好一点。旧图、新图、旧图、旧图 ，True Tanker， 请问画家叫 True Tanker 的，请出列，他到底画了什么呢？啊，不认识洞，石头。是，再下一个。二一，不会又是洗牌的？哎、欸，那个 Shadow 是二一吗？看洗牌人，不，没事，虽然是密西，但是洗牌人，不太行。打到三四回，说不定都没牌了。冷静一下，喝杯水，喝杯水。还有几张？还有几张？还有两张，剩最后两张。下两张是关键吗？下两张是关键吗？看一下。没有了，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了，要故事要演完了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出正闪呢？有没有办法出蓝色呢？是不是蓝色呢？我们从上面看，最好是有花花尖尖的图案是蓝色，这样就有希望了。好像是蓝色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蓝色，没有错吧？而且是新图，没有错吧？但不是彭洛，但不是传说，不错，没错吧？但它不是传说，是不是没有故事了？哦，有 force of negotiation， 那那那 negate 这样吗？那我们来看它是不是生物这样。阿卡没屁股。F O N 是传是密西还是 R？ 因为这是 R。那这什么啊？魔十四张，他磨掉了一个卡包钱。好啊，还债啊，还债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开盒结束了。这故事的终点呢，就在、欸、我的阿卡。不错的东西，也就是稳定的找弟弟，找弟弟。不论这个魔法凤凰会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，不论外面世界怎么样，有地才有一切。哎，一二三四五，还有这一条，这条好长，还有这一条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其实才是最了不起的。Modern Horizon 正闪号码是多少？477的这个呢？没关系，这段会剪掉。